我哋最後一首歌。第三首歌咧係叫做《勿忘草》。咁咧，顧名思義啦，其實首歌咧係用呢一棵植物咧去代替，可能你會好掛住一個人啊，或者係你成日會諗起一個人咁樣。係啦，咁希望大家聽完之後，唔知會唔會諗起自己可能好掛住嗰個。多謝。